第一个影片是这支好了，这支影片我会怎么放呢？好，我干脆就先放这一支好了 ，Double Play 设一个音量点，我们影片就是尽量都稍微修剪一点嘛，就这样拉进来，产生一个新的 sequence， 然后换这一支。那这支影片在剪的时候呢，因为它前面这段它 See you around sometime, maybe.剪的时候是动作的中间，这边的动作当然就是关门吧。OK。剪掉，所以你其实可以再稍微让他讲完话，然后其实就可以把它剪掉了。动作一半就把它剪掉。一般来讲，剪片的开始点、结束点都不是动作的开始、结束，是动作的中间。所以这个影片我可以这样拉进来，可是我前面其实没有剪到东西啊，这个没有剪到东西其实有点麻烦，要教学有点困难，等下再说好了。再来这边呢，就斜线或者是这样拖拉一下。好，这边的后面几支影片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好剪的，这个这样子好了，先这样。然后就剪一剪拉进来，我现在都是随便乱剪，然后就，但是我们现在故意就是前后都把。剪的时候，通常那个面积要么就是渐近，要么就是渐远，要不然就是远近远近，通常是这样子啊。就是剪接会有个节奏，视觉上角度也是可能，就是维持原来的角度，要不然就是相反角度，要不然就是角度可以就是前后像那个对点。比如说先是照，比如这两个好了，这两个你可以一个角度是拍它，一个角度是拍它，然后你这两个角度就是前后镜头就是。有点像对联一样在重复啊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先看，这个叫 cinematography 啊，但我觉得在后面再讲啊。我们现在这种剪接的问题啊，现在先不讲，先拉进来。现在这样子的话呢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影片大概是初剪，那我现在要细修要怎么做？第一个是上下方向键，有没有看到？上下方向键它会切换什么？编辑点，我们叫 edit point。编辑点，当然可以有多丑就多丑啊 ，edit point， 所以这是上下方向键了，你要记得这个快速键了，因为你剪接的时候你要切换编辑点。第二个呢，你要把那个 trim monitor 叫出来 ，shift 加 t 啊 ，shift 加 t，shift 加 t 之外还有什么视窗可以叫出来做细剪？我看这里有没有按钮 ，trim monitor 这边好像没有。这边有 multi camera， 但是这边好像没有 trim monitor， 这个好像是 VR， 对，这边没有。好，所以既然没有的话，反正就是 shift 加 t 哦， shift 加 t 呢叫做这个 trim monitor， 所以你可以看前后切换，有没有看到？可以吗？切换的时候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它都是切换的时候都在哪里？等下 shift 加 t， 它左边画面是前面镜头的尾巴。右边画面是后面镜头的开始，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哦。那现在可以干嘛呢？你看哦，我可以先放在，你看这里有三种箭头啊。第一个注意，左边的黄色箭头，中间的红色箭头，四个红色箭头，右边的黄色箭头。所以黄色箭头的时候是只有一个，代表什么？它是处理。就是左边影片只有处理左边影片的结尾，所以你看拖拉，我可以改变左边影片到底它的结尾位置在哪里。有没有看到它是不是变短了？有看到吗？好，黄色箭头在右边，你看啊，它是处理后面那支影片的开始。我往左拉它就变长嘛，往右拉就变短，懂意思吗？放在中间四个箭头代表什么？前面影片的结尾跟后面影片的开始同步左同步右，所以它会前面加后面总长不变。你看哦，往左拉，往左拉，总长不变，再往右拉，总长不变，前面加后面这个是总长不变 ，OK 吗？哦，所以四个箭头是前面影片的结尾，后面影片的开始同步向左同步向右，这个是只有处理左边影片的结尾。只有处理右边影片的开始，这样懂吗？这个现在还没有完全细修，但是我先跟你讲，
这个主要的用意就是这样子。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视窗，因为我们要看两个镜头接起来顺不顺，顺不顺 OK， 顺不顺有它的原则在了。我们这个